자개립개래자제아各位同亲，大家搞炸，真欢喜，伫遮甲大家见面。啊，今仔日咱要甲大家探讨是啊建立制度啊，甲内部控制啊，咱。啊，秘书长甲咱讲，阿伯啊，咱是要接这个政权。啊，那咱家己无一个制度，啊，我哩哩落落，人讲啊，恁这是咧创啥物？哪会无一个办事的先啊？诶，先定啊，先输程序啦，哈啊，啊是无一个办法规则，这拢是一个啊制度的建立。啊，若有这个制度建立，就理想，因为理想定底下才来定这个制度嘛。啊，若有这个理想，就有这个动力啊去做。好、哦、啊，这我先那讲开场白啦吼、哦。啊，有诶同心啊啊，无讲真了解我吼、哦。啊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卖占足侪时间，大家会啊看网站。以前啊，我有讲讲，会讲讲，哎、欸，阿弟那会咧搞做一四个一的人力银行，华人名人小传，你甲点落，张文燕，有我遐从小甲回到。台湾的一些资料，好、哦，这里、個、啊，我即马我这较歹讲啦，人讲啊，我哪咧讲介绍伊人力银行，哦，这个网站，啊，实际上大家若要阁了解我，你拍入去 Google、雅虎，你甲写张文燕。因为同名同姓很多，加两个字教授，我会看到我的照片，啊，我会看到我的简历，哦，安尼大家，哦，会足了解我，哦，我伫遐有资料伫咧，啊，这是啊，甲大家报告讲我自我介绍上简单，哦，安尼就好，啊，咱即马。就要根据吼，根据咱今日要讲的主题啊，啊来看吼，咱今日要甲大家探讨有七点，吼，咱第一点要甲大家介绍讲，什么叫做制度啦，啊，甲伊的目的，甲伊的本质啦。哦，啊，第二点是讲内部控制的做啊制度，啊，过来内部控制制度设立的原则，啊，甲方法，啊，甲伊的设施，哦，啊，佫刷落啊，要去讲到，这那是一个制度，认为。管理的工具啊，就是要有数字
来作为管理的工具。啊，数字就是啥？会使为这个会计的数字来定一个这个会计制度，来看出咱的管理啊，实在做了好无？啊，有这个价值无？有这个效益无？啊，来做，吼、哦！啊，过来，甲遮个做一寡咱台湾发生的，因为制度啊，啊，甲伊个内部控制无好，有诶有好诶制度，但是控制无好。发生一些舞弊啊，等于舞弊啦吼，舞弊啊贪啊贪污，吼、哦，这个代志发生，咱提几啊例来甲大家啊做探讨，吼、哦，咱这个课程，咱就是啊这个进行啊吼，啊，咱起码过来讲。制度的学做咱的意义啊，所以制度啊，就是在一个一定的条件的来形成的，有有关政治啊，或是经济、文化等等啊，这方面的体系啊，来做出来，就是一个制度。啊，那一般咱一般来讲啊，一定讲啊，恁个啊政治个制度是啥物？哦，政治个制度哦是啥物？哦，咱就讲一般就是讲啊，咱个是啊民主国家用人民投票选出来，这那是一个制度哦，这就是讲啊制度。啊，是讲咱集集权啊，啊是用什么干涉迄个民主的方法啊推出来，选举的啊推选的方法提出来，这那是一个制度。哦，啊，咱伫遮我要甲大家加强啦吼，因为秘书长。啊，拢我直直咧讲，啊，一寡咧批评咱台湾民政府的学者，伊讲恁民政府啦，拢是啊无这个民主的素养，啊，恁拢是独裁，啊，拢无做民主的制度。啊，咱大家了解，咱是即马是员工要建立一个咱自己的、家己的啊本土台湾人的政权。啊，安尼，大家哪拢用制度啊，不用民主的来处理？嗯，安尼，咱秘书长安尼讲，建国党当时成立的时，足欢喜，拢在召集啊，遮个成员。咱啊，民进党来讲，伊若要来加入，一个加入。多少人？一千个啦！啊，建国党的很欢喜的，讲安尼，现收120万的入会费。一个月后，结果这个叫做民进党的这个讲安怎？讲提议啊啦，讲要来召开临时会。在圆山饭店召开临时会，啊，伊个定的迄个题目啊，我凊彩做做，
到尾临时动议的是讲有一个爬起来讲要互大家做民主的啊，迄、那个表决啦，讲咱建国党已经完成了。迄个啊，怎提议讲要解散建国党？啊，这拢是啥？民进党啊，民进党会参加一千个啊，啊来大家表决嘛，一表决通过啦，诶啊，建国党的都倒去啊，啊，好你刚才讲我们内政部讲啊做啥？讲诶，政党不能解散的。啊，所以建国党家己嘛也有，啊无，建国党都要去哦，民进党消灭掉。啊，那咱来实施啊民主的制度，用选举的来算人头的。我看两三下，咱这个组织我淘汰啊了。哦，所以讲这就是啥？现在是军政时期，哦，军政的时代，军政时代这个制度是什么？是一定听美国指挥嘛？美国军政府的之下来叫咱设立啊台湾民政府，是受到美国国防部。美国总统的指示来做这些事情，啊，如果要实施啊，来实行这个民主制度，要怎样？啊，这样，美国就请在旁边去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，咱秘书长有跟咱交代说，咱依照啊！现在这个时阵是要美国国防部甲美国总统的指示下，咱照伊的指示一步一步来做，无啥物民主唔民主的啦。那要甲民主，甲中华民国请回去中国，请回去马祖金门。迄、那个时阵才来实施啊，就啊，新政，吼、哦，新政，吼、哦，军政，啊，才啊，训练啊，就新政，啊，才来啊，才来宪政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甲宪政的时间才来实施这个普选。咱啊有参议院。啊，咱话甲美国、甲日本的方法同款，这个制度就是咱国会内底有参议院、甲众议院。参议院是推荐的，伫说啊，咱台湾各地的精英，也是以某一方面对社会有贡献。这些人推荐，也是家己自我讲，我有什么专才，我愿意来到三江啊，咱民政府，我阿伯啊有这个专才来发展啊，秘书长认为啊可以啊，大家中央决策通过。咱的决策一员换二十几个呢，历史参加换二十几个呢，历史的人伊哪会使发表伊的意见啦？所以讲，咱最近啊开的啊决策委员会，那是通过差不多三五个的中央的部门的做啊委员。啊，这东是啥物？这就是讲，有诶是来参议院，吼、哦，
啊，参议伊是安尼参选的啦，参议伊无咧选举的啦，甲英国同款，叫做上院，伊那是无咧选举的。啊，咱迄阵啊，甲推荐甲县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县治的时啊，迄、那个叫做众议院啊，才要来予咱台湾的人民。来算，啊，这就是讲咱大概吼、哦，大差不多吼、哦，诶，咱一个这个制度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咱要讲咱的政治的啊制度是安尼来拟定的，啊，咱今晚要讲经济制度，咱啊有个人讲啊，咱经济，咱当然咱是那个。是资本的经济的一个制度方式，吼、哦，啊，唔是讲共产呐、啊，因迄社会主义啊，大部分啊，有诶是迄个共产制度啦，啊，那伫中国有诶中国人唔知啊，我记诶讲台湾诶土地啊。咱啊，私人买着，咱有所有权证啊，即块土地都永久拢我的，会使阁啊传落去互家己的子孙。中国毋是啊，中国讲啊，因咧大头讲五十年啦，啊是几啊几十年，即块土地因伫啊咧大啦，啊到时因要甲你管管着，因咧土因迄个厝啊买厝啊，毋是买永久的啦，因拢毋知啊。啊，咱台湾去的，那无啥清楚讲，因遐厝是要几十年的。啊，其他因要用，因要创啥，凊彩甲你赶赶就走啊。哦，啊，你这就是讲一个制度，我是足重要、足点爱了解。啊，咱遮真济啊。一般的民众无足了解，拢去安怎？走去中国去？啊，走去中国去，因安怎？因根本因迄个翻译啦，因为有一条固定翻译，有一条讲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。啊，莫怪讲咱遮的台商去到遐，你要去到。要无了解因的制度，去到遐，吼、哦，讲，甲你讲偌好都偌好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是吼省长啦，什么书啊，省的书记长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偌好都偌好，啊，甲你保证，钱入袂去了后，讲无同款啊，反面啊，伊讲你为什么不早提前来谈？对啊。啊、你为什么不早提前来谈？赶钱去谈哎、啊！啊，都你都无赶钱来谈，啊，都无法度啊！啊，都改变啦！啊，即马伊这个司机换去那边去啊，啊，无你去找迄、那个。所以这足重要，所以讲这个制度也是足重要。啊，若讲较咱用狭义来解释吼，咱较讲较简单的来解释吼，这就是。那讲一般是工作啦、财务啦，或是讲做事啦，做事就上下班。一般上班啊，这个做事也足重要的。有诶讲啊，这个员工啊，哪会无想要转卡？啊，有的是那无老板，啊，那公司较小，啊，都无设这个制度，啊，无设这个拍卡的这个设备，啊，有的困到困偏晚，才要来上班，啊，类似有安尼吼，这拢是拢爱定制一个制度，啊，一个管理的方法，哦，啊，那个讲伫学校啊，那是有一个制度，什么时阵要来注册，啊，你爱。学册啊，一个学分，吼、哦，都爱
上课啊，十六点钟，啊，这十六点钟，有诶会使搁做啥？啊，期中考、期啊、期末考，哦，拢爱有这个、这个规定，哦，这就是讲，拢是啊，咱咧讲啊，制度这方面。啊，咱即摆过来讲，制度诶目的啊，制度诶目的啊，吼、哦，是要互遮个成员啊来遵守办事诶规则，啊，甲行动诶准则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定咧讲吼，咱即马，咱后壁大家毋知有去看无？咱中央会馆后壁有去看无？后壁画一个啥物？哦，迄就是直升机的降落的所在啦。啊，若直升机无要来，咱做啥？做停车场啦，街啊拢甲你画好好，直升机要停好台啊，甲你画好好。啊，这就是规则啊啦。哦啊，所以讲咱车有诶开车来，哦，咱就照迄街啊来停。哦啊，这那是咱所讲诶，就是讲这是规则。哦啊，这就是啊，这个规则来带动你遵照这个规则来做，安尼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这咱讲制度的目的是安尼。过来，咱哦，要完成任务的目标啦，的保证啦。假如讲，咱啊无画一个箍啊，啊，直升机迄个咧驶的人，啊，都看无咧，啊，都一片拢共款。哦，啊，伊要停，啊是会停较边啊，我得扑啦扑啦去速度。球啊，所以讲一定爱有一个啥，为这个所在，就是这个等于定这个制度。你看到，你就为遮降落啊，啊，就无代志。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目标甲保证你平安降落哦，平安底下。所以咱讲，欸拜托美军派直升机来，欸，啊，恁都无画箍啊，阮哪会加落去？咱无一个制度出来，伊都一定无一个画一个箍啊，好落来，伊也毋加落。吼，啊，这就是讲，甲大家讲，这那是一个制度，欸，互大家了解吼。啊，来，制度的本质啊，就是要来执行。啊，甲目标啊，迄目标的保障啦。啊，甲伊这个制度爱有强有力，要吼，只有强制性啊，强制力哦，强制力。啊，甲保证执行甲实施。啊，那具体的咱话迄停车格啊。佮讲开放啦，恁会使乌白停啦。安尼遐停一台，遐停一台，遐停一台，啊且唔知要安怎出。后摆讲若人啦，较侪人来，嗯，安那一个大家下课要转去啊，还是啊，咱结束要转去啊，啊车车大家嘟嘟踏踏的。啊，咱若有照计啊咧停，啊伊有这个路线，啊咱会足顺时。那要去帮到，所以就是讲一个制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吼爱和大家话了解吼、哦，啊，好，咱个来，制度的建立是足重要，但是你若无内部过来做控制啊，等于这个制度。无路用啦，吼、哦！你讲安怎去处理？我感觉毛泽东，伊迄阵啊，要甲遮个
思想的改变，讲伊文化吼、哦，文化大啊大革命吼，伊安怎呢？伊拢用什么呢？用一挂红卫兵嘛吼，迄个小兵，伊就是讲定一个这个红卫兵啊，讲造反有理啦，造反有理啦，好、哦，这啥？这毛泽东伊是讲，伊那叫一挂年纪较大要来领导，啊，要来处理伊所爱的制度甲目标，足歹做诶。人啊，一个大啊，一个啊，有包袱啊，啊，要处理就足困难诶，是毋是安尼？一个公司那同款，一个单位那同款，愈老的单位，你要来实施啊，足困难啊！啊，无就安怎？毛泽东啊，足聪明的，用十七八回喊一个命令，就是一个动作。啊，囡仔伊讲哦，我带了毛主席的命令，挂一个红卫兵的条子，我就有这个权限啊！我要这样执行，他就有执行力啊！这个执行力啊，他就去执行，按照这样去做，所以弄得啊，等于是中国也要做大清算了、啊、大改革，一个文化啊，大改革啊，怎啊清清的实施于这个，要做啥？共产专政，只有共产党才有这个权力。好、哦，啊，这都因为制度噶早期，因遐拢噶推翻，啊，要推翻要叫啥？拢叫红卫兵。啊、来处理，我感觉，伊若讲用较年纪较大，还是社会上有一些地位的人要叫去做，伊讲这个就是违背人性啊，违背迄个叫做传统观念，做袂落啊，叫一挂囡仔，囡仔拄啊较好，指挥较方便啦，迄有诶。机关我有在用这个、哦、我简单记一个例吼、哦，那个二修大学，伊咧国考的，拢用遐囡仔，啊囡仔拢较少年啊，遐拢是有诶轮班啦、啊，啊像我讲，我若要入二修大学的时啊。啊，咱是老教授啊！啊，老教授即摆退休啊！啊，若一挂遐个较，甲咱同款的教授的人去到遐，哦，有诶，若听讲以前拢是遐迄个老人伫遐咧讲，伊讲啊，丁教授啊，你来哦，啊，伊就开咧，就互你入去啊，因来叫你讲，甲你动咧，讲爱换证，对啊，唔对？啊，这都是啥？这就是讲，你要彻底实施，叫一挂少年嘞，少年伊唔捌你啊！啊，都面顶安尼规定，照安尼规定。哦，你要找什么人？哦，你证件，哦，我艺术大学退休的教授啦。哦，啊，证件可以看，伊哦，就教授。啊，都你要找什么人？打电话去问什么人？哦好，和你入去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伊要执行啦，这就是内部控制的一个方法啦。伊那是叫一挂我年纪要退休遐个人，咱以前伫遐咧做主管咧，吼、哦，啊讲哇啊张书记嘛，啊你来，哇、哦啊、来，啊你就互你入去啦，啊这就无啥，无制度啊嘛，哦你一定爱换证。进出叫抽象，哦，这是甲大家做思考。阿伯啊，你若要管工厂，还是你要
咱民政府要做代志，你都爱去思考讲，你安怎咱的制度定落啊？你要安怎去执行？你执行有困难的时，你要采用什么方法？大家爱思考啦吼，啊，这我大家甲大家探讨讲管理啦，什么叫做管理？一般地还是讲管理是一个艺术啦，哦，管理这是一个艺术，哦，每个人的方法甲做法拢无啊，啥共款吼，啊，这给大家啊，咱即马过来讲看这个哦啊，咱有啊。这个管理啊，咱有分到啦，内部控制的制度啦，有内部啊，迄、那个管理的制度，吼、哦，啊有这内部管理的制度，啊个内啊，这咱内部啊，迄、那个管理的制度是咧做啥物？啊，伊这个制度啦、啊，甲会计业务啊，迄、那个无同款啦，啊，伊这咱说。所讲的，就是讲伊的人事管理啦，也是技术等等这些啦吼。啊，咱有个讲到内部的会计控制制度，这嘛足重要，足重要。这安怎讲足重要？咱头拄也有讲过，会计是这个数字的，迄、那个叫做资讯啦，哦，数字的。迄、那个信息拢会出来，公司趁钱，趁偌济钱，迄、那个资料拢会出来。啊，了钱了偌济，拢会出来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咱这个都那无这个控制制度啊，有诶无把关呐、啊。所以无把关，就是讲咱遮有我有咧讲，因为无权呐、啊。经手这个现金甲啊来签这个机票，这个啦，一人只系来做虾米？来编这个银行调节表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这较讲较简单来讲，管钱的人啊，未使管小铺啦，一定爱有两个人啦。你管钱的。现金摸会到的，开支票会签你，你小铺你莫做，小铺就是爱另外一个人，安尼就是讲会控制啦，因为人愈济啊，啊，经过人愈济啊，就是要迄个舞弊，啊是要。做卡手就较麻烦，一定爱过予一个人知，啊，就较麻烦。啊，但是一个规模啦愈大，咱这个内部控制爱愈坚强。啊，愈啊规模较少的时，啊，都咱都无人一两个啊兼的，也无啥要紧。咱呐讲规模较大，一定爱过人来。互相啊控制，这一定必啊啊必要的。咱即马讲内部啊制度的设计原则，吼、哦，内部设计，咱即马咱拢应该讲，咱民政府的制度是毋是接？啊，流氓政府的制度，我会甲大家讲，咱无爱接伊的制度，咱要提较先进国家的制度，咱的教育补助的制度要照德国，伊为出生甲读甲大学，拢。免费国家来培养，啊，这个学校应该哪爱有无同款？即马唔是啦，大家拢大学生啦，实在有影，加一寡基础
工业的人才啊，那敢放弃同款？这实在要予大家基础工业无搁推进，啊，都什么什么拢以前是专科学校都足好啊，啊，即马专科学校拢甲你改到什么？啊，技术学院啦，过来，搁予你创一个技术大学啦，大家拢大学。啊，有诶囡仔出来，伊是在咧做机械诶，咧做乌手诶。讲诶、欸，你也大学，我也大学，大家诶、欸，你即无你去做，啊，伊讲啊，无你去做，大家先倒啊退啦。啊，你若是讲我是啊机械科，啊，我就是专科，啊，我就即门专诶，我就来。做这项代志，啊，唔是啊，拢甲你讲，拢大学，所以我的感想吼，我认为咱的制度，吼、哦，爱去思考，吼、哦，咱看世界各国，那是农业的推进，吼、哦，咱要朝着纽西兰的方式，吼、哦，类似安尼吼。哦啊，咱较好诶，捡来用。啊，中国即个制度，咱爱慢慢啊，接着政权慢慢啊来改进。啊，希望咱内底有专家，你有这方面诶专才。啊，头拄啊，秘书长也讲，你爱家己来表示讲，你会伫做啥物，吼、哦，啊，会使甲人民来。共同做什么？好、哦、啊，这都是我要让大家啊了解这个情形哈、哦。啊，咱起码这个制度的定立吧，要有合法性。这个合法性啊，是安怎叫做合法性？是咱的政府所定出来，唔是流氓政府。好、哦，迄是流氓政府，是流氓政府的代志。咱家己，咱大家。拢有基本，咱基本就是咱定出来的，叫做啊，这就对吼，啊，就是咱基本是咱定出来，就是来大家来看卖，基本叫做什么？咱这就是一个啊法案。就是要有合法性，咱申请身份证，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来执行。内底有29条，搁你若惊讲咱后摆啊机关要变医生，一定依照29条的规定来办理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拢是。爱合法性，啊，全面性，哦，全面性，哦，啊，过来重要性啊，有效啊，哦，有效的有效性，加制衡，哦，互相制衡的性，合理性加适应性加，这个成本效益的原则啊，咱29条啦，权利法案29条啦。就是讲，你这个医生，你的效益，若无大于成本的一以上，这个医生未通过。啊，咱大家较认真吼，下课时29条翻翻的，吼啊，让大家较了解的吼。啊，买啊，咱会一个介绍，啊，咱合法性。咱头拄啊，我有讲过，咱即摆阁介绍全面性。好、哦、啊，全面性就是讲，咱这就是这个定的这个啊制度啊，是包括全面啊。啊，这个决策哦，决策单位啊，甲管理阶层甲全体啊，这个员工啊，全体人员啊，拢爱。依照这个制度来遵守，袂使吼
讲啊，这是咧规定啊，迄、那个一般的员工的代志啊，董事会的人都免遵守啊，无这个代志，定个制度，大家拢爱遵守，不管是啥物，拢啊，同款拢爱遵守啊，这个全面性吼、哦，啊，过来重要性啊，这就是讲。有全面性为基础啦，啊，冲啊来迄个冲突啊，迄、那个的重点啦，就是有关重要业务甲事项，啊，这个较高的风险啊，诶，迄个领域啊，甲这个环节啦，拢爱采取诶严格诶做控制措施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爱来确保啊，那么这个。无存在的重大的做缺陷吼，啊，这就是讲要爱予大家知影讲，哦，这就是重要性，啊，甲有效性吼，啊，有效性那是讲爱有这个有效的执行啦，啊，这个做甲讲，吼、哦，及时啊，对纠正甲这个处理啊，有发生哦，啊，就爱啊。那讲，咱这个规定啊，你无做到，你都爱去执行，爱去做，啊，一定照这个来改进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、哦，这我啊，可能咱拢有 PowerPoint 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哪有听有爱 PowerPoint， 我会使啊，甲咱的同事吼啊来加讨，啊是。email 吼、哦，互阮同心啊，甲恁传个互恁吼，即拢啊会使哩吼。啊，我即都予大家做参考，我袂阁说明吼、哦。啊，头拄啊，我有讲吼、哦，我有讲即个成本效益，咱29条吼、哦，有即、這个啊，有即、這个讲，权责机关。吼、哦，啊来编这个预算这个编列的原则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依照这个预本比啦，小大小排列优先顺序，供参议院及众议院审计之参考，然、哦、后来审查的时候啦，诶参考啦，吼、哦，啊那。这个预本比小于预测，不得执行。你要编预算，你那是啊预本比小于一的话，那退得回去啦，迄我免编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咱要打破流氓政府所编的这些预算啊，拢乌白开啦。吼、哦，那敢讲？两枚开2亿3000万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梦想家大家拢足了解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要来讲内部控制的方法啊，咱哦内部控制的方法啦，大概有遮的啦吼、哦，啊，咱遮的话一步一步来讲啊有。权责啊，分工甲授权控制、预算来控制、会计系统的控制、内部报告的控制，甲这个绩效吼、绩效吼评估的控制吼、哦。咱即马讲啊，权责分工的控制，这个职责分工的控制啦，那。咱会使讲职务分工的控制同款，吼、哦，这会使安尼啊讲，这就是讲现代内部控制的核心啦，吼、哦，啊内容甲其他实施控制的形式主要的基础，啊，咱的职务和咱啊民政府。啊，咱来个啊，有各种无同款的大型
啊，咱各州有各州的州长，咱授权予州长决策州内底的事务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那是爱，这个要做职责啊，分开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咱话爱做一个啊，内底控制。啊，即马州开州务会议，啊，这个会议爱送来咱啊中央，啊中央再来啊看因的效果，吼、哦、啊因的来审查因这预算，啊再来拨讲因有合符合到这个。效益的规定无，吼、哦，安尼来处理吼、哦，这就是讲依照职务啊啊来个做家己职务应该做的代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这个授啊授权批准，这也足重要，因为每一个单位啊，拢有伊的权责。啊！你这个授权跟什么程度？有的讲，吼，那讲，州长授权和副州长管理某一个地区的事务，吼、哦、啊！即马州长就干啦管六个副州长，咱讲每州。爱啊，秘书长交代落来讲，每州爱六个副州长。啊，这个指示落来了后，州长爱去甲伊这个州的地区的划分吼，甲分出来，分到六个区块。啊，这六个区块会使授权无同款的所在的副州长。啊，分去，因去处理。啊，州长，那州长要较轻松的，就控制内部控制，甲这六个副州长控制好些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一级嘛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六个副州长，啊，才依赖直接伊这个地区的活动也好，伊的啊推展也好，啊来。做伊家己，我会去定一个制度来实施伊要，咱讲推广身份证的发放，吼、哦，咱要大家来申请身份证，吼、哦，也是讲邀请啊，少年的邀请有较专业的啊，拢叫人来受训，吼、哦，类似啊，安尼的方式吧。啊，这就是授权啦。啊，预算那是头拄啊，哦，有讲到这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预算是来我足重要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伊这就是吼、哦，这个计划的执行啦，用数据来编算，吼、哦，这数据来算，吼、哦。啊，这那一直讲反映甲这个叫做啊评估啊，这个吼绩效的。功能啦，这个预算就是作为控制我一个工具啦。你都要做什么代志，你爱事先有一个规划出来，啊，爱开偌济钱，啊，才根据这个爱开的钱，啊，才来做。吼、哦，安尼就袂讲你要做这个代志，无法度好做。有的无这个预算，啊，要做，我足困难的。啊，咱就是安那，天佑台湾啦、啊！咱的同心来讲啊，咱是毋是来订报纸？咱安尼去分宣传单啊，足辛苦的。有当时啊，讲安尼啊，去用画出来，啊，毋就啊，无咱来订报纸。啊，一个订，有诶，同心看到讲安尼，倒一个报纸。我要来出钱，啊！那边啊讲，啊那边遐讲，哦，迄、那个报纸伊也要来出钱，哦，这足甘心啦。
大家拢来咧斗协助，啊，唔只讲有钱嘛，人有要过来顶报纸，啊，我有要来人来甲咱斗协助，啊，足好咧。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啊，天助人助，吼、哦、啊，就是我定挂在口头禅吼、哦。真的，我们民政府是天佑啊，台湾真正天公有咧甲咱保庇，我天公有咧甲咱斗三工，摆伫一挂足济个困难啊。咱若要讲美国啊，敢斗三工足济啦。啊，即有个人讲，嘿，啊，美军伫在啊，美国政府在哪里？有啊，就是美国政府，就是啊，奥巴马嘛，他就是代表美国新政府嘛。我讲美国新政府在哪里？美国新政府在国防部啊，在奥巴马，奥巴马就是代表新政府啊，所以说，当然我们这个声音来发出去，因为有的人说、你们说、是美国新政府，有新政府，哪里没有新政府、国防部就是新政府嘛、国防部的老板是谁、就奥巴马嘛、现在是奥巴马、这就是、所以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推翻某一些政权、都是由外国势力或是外国来协助才会成功啦、大家我很了解、早前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我们拿一张图、他们就做什么，因为总统那个流亡政府总统就职，他的国旗都换掉去了，因说他如果要去申请民政府，那个国旗就是民政府的了、大家不知道知道吗、这就是这个情形、后来我们再来、会计系统的控制啦，吼、这就是讲会计有绩效一个定数啦。啊，一般这是较专业啦，吼、讲会计系哦，大家都是必须爱拢有做这个效果。实际上啦，最近啦，吼、员工算讲起码啦，实在有个人讲免读会计啊。啊，那边读会计，啊，电脑的设备遐好，伊的迄个怎啊程序遐好，迄个传票摕来，干那迄个发票摕来，甲扫描过，伊就家己去走啊，走走的，哦，伊啊，有弄迄个设定就走走出来，啊，伊会甲你编遐个资产负债表编出来，差不多有一个时阵啊。会记得差不多前差不多十多年前那时候、会计系才没人要读了，怎么没人要读、就那技术好很无用、就那人家读大学说、要来出头一下、要来、参加这个社团活动一下，啊，那会计系拢那咧休困，拢伫啊咧做宿地啦，吼、这个做分录、做日记簿，啊来做啊分的啊分的账，啊分的账过来，吼、搁做啊试算表，试算表做了，啊才过来做调整，啊工啊迄、那个工作底稿做了，再来做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，安尼。补一片一天免出去吃土了啦、所以会计系车还有这个电脑发达、发达、所以说有的说、我买电脑来处理就好了、刚才
足拄好，美国发生安龙事件，因美国啊，甲这个叫做啊，世界通信都是舞弊，啊，起码发你这个国会参众议员联合，则讲。会计所的错误，你董事长、董事会这些人无去发觉到，董事长那爱判刑。我啊，大家有钱人讲他开一个公司，才可去用廿几，大家才惊到啦。自迄个时阵。爱做内部控制，所以爱去请较侪会计系人来做内部控制。就安尼了后，会计系的薪水才阁提悬，伫美国的现象。哦，啊，阁最近咧流行啥物？大家若有股票上市的公司啊，即马足无闲。因为咱台湾的会计制度要甲世界接轨，叫做啊采用国际财务准则，吼、哦、啊，拢伫这个2013年1月1号实施。吼、哦，这起码足热门的，哪里做会计人？你甲问讲，哎，你唔知知啊？诶，讲个做叫做 IFRS， 吼、哦，诶，做国际财务报道准则无？你敢问者？伊若讲唔知，讲啊，安尼你会计甲时代要脱节啊？即马最热门吼、哦，大家拢咧安怎伊个校谱来根据啊国际财务？报道准则来做小，阿拜啊！当然，这属于经济部的代志啦。迄、那个中小企业啊，是毋是要跟进？哦，那是上市上贵的这些公司啊，一定爱采用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哦 ，IFRS 哦，这个制度哈。哦啊，咱即马就是要甲讲会计控制的制度，爱有包括啊，即几点，吼、哦、啊，有即几点，吼、哦，迄个爱互相吼，即、哦、种重要，互相吼牵制吼。所以我头拄啊有讲过即个例，就是讲即马会计系的人才啊。才还有受重视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无以前慢慢啊，就讲啊，会计用电脑来处理就好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佮即马讲吼，统一内部的会计政策，这甚物叫做会计政策？可能有诶毋知甚物叫做会计政策，我简单讲者吼，会计政策就是讲。举一个例吼，较简单嘞。咱都无钱啦，啊，但袂安怎？欸，咱的会计政策也会使讲，咱无钱袂紧，咱来设一个基金，这个基金啊来做这个代志，吼，咱台湾第一条。收钱的桥是倒一条，大家知影无？西丽大桥，伊是安怎来的？大家唔知道有印象无？迄就是讲，咱迄阵啊，较无钱嘛吼，迄阵啊唔是吼，要车咧开发尔啊，因为日本政府甲咱台湾所有的财产甲你留去。中国去啊卖啊，
因拢贪污去啊，啊，拢台湾的掏空，啊，怎啊去甲沙特阿拉伯借钱啦？啊，借钱啊，才来起这个桥，吼、哦，啊，才来收这个过路费，啊，来行这个，这会使讲叫会计政策啦。啊，会计就是爱有够钱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去用这个政策解决这条桥好顺利。啊，无啊，都无钱。要去买铁金啊，要去什么？要发包啊，要创啥？拢无啊，但袂安怎？安尼大家清楚无？阿摆啊，咱爱应用这个会计政策来创造，要来执行咱爱所做的代志。若有大于啊效益成本效益大于一爱做的。但我会采用安尼来做，啊无有话讲，啊都无钱啦。我即马，我要咱台南市政府啊，台南市政府的即马市长是赖清德嘛吼。伊讲台南市的饮水的经费啦，伊无法度负担啦。啊，要甲中央补助，我拢遥遥无期啦，会补助啦，啊，但是遥遥无期。讲若要彻底解决伊的任内，要借钱来完成啦，这才是咱台湾本土台湾人咧现在咧做的，诶，伫流亡政府下。会要甲老百姓做代志的人，这就是啥？伊的会计政策执行的目标啊，靠底也无钱要安怎？啊，咱遮也是同款啊。大家讲啊，秘书长讲叫大家来讲啊，咱即卖要做啥物？做啥物？安尼要安怎处理？啊，都靠底也无钱咧。哦，咱的同心足甘心啦。哦，后壁咱迄个潘副主席啊，我足甘心。伊讲爱偌济啊，伊都吟出来啦。实在，好、哦，咱足甘心，足甘心。哦，我看到伊话足甘心。哦，啊，拢大家拢咧学习啦，啊，我跟他学习哦，哦，足好啊。哎，安尼写就好啊，所以讲天助人助，吼、哦、啊，就是天佑台湾能够甲今仔日。好，咱过来，吼、哦，内部控制吼、哦，啊，就是爱编各种的内部报告，啊，伊这是作为这个手段啊来进行。吼、哦，啊，对外啊，咱爱来编这个啊资产负债表，吼、哦，啊加损益表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咱是现在讲这吼、個，啊，互大家较吼、哦、了解者。啊，咱对外的报告会伫管理中啊，足难的吼、哦，会满足管理单位和需要的啦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内部的资料啊。一般来讲，讲内部的管理资料的做的迄个项目啊，是管理上所爱的，唔是公开伫这个啊。一般咱人一般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债权人啊，吼、哦。啊，甲这个叫做银行啦，一般股票迄个购买者啦吼，唔是遮的规定啦吼，唔是遮人的情形。啊，这就是讲，这咱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啊，内部的控制啊，
因为这就是管理上要爱，拢是无同款的分析啦。啊，实际上咱内部控制的迄个管理的文件内底吼，一定爱有讲 A 方案安怎 ，B 方案安怎 ，C 方案安怎，要安怎做？吼，啊，这做了啊，有啥物益处？啊，有啥物啊结果？吼 ，A 方案啊 ，B 方案 ，C 方案，啊，好。面顶决策的人去认为倒一个决策较好，都袂讲曾经嘛啊，迄、那个咱李王政府，干那即个征收税啊，无价无啥啥，这就是安怎？你财政部各单位伊无长远的甲一个方案。拢甲定定出来，吼、哦，都几个方案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即马车立法院讲啊，恁这个定出来一个版本，然后阮各个家来出来定几个方案。你若是做一个内部的管理的，你所有的方案会想到的迄个方法啊，甲的办法，拢甲定定出来。有惊有十个方案，恁大家来去看，认为倒一个较好，安尼。可能财政部长变老大了，啊，这是予大家做参考。阿伯啊，你做一个主管，你爱去甲你的部属内底，你要向我决定会啥哩？你甲各种会发生的代志，还是会来咱要做内部管理，你的资料拢写好势，好。啊，再来决定倒一个方案较好。啊，咱这内部控制要求啦，吼，啊有整体要求啦，啊内部要求啦，时效要求、方法要求、责任，吼，啊这里这，啊个啊要啊我们绩效评估的标准，吼，这拢是爱做。拢爱有这个吼、哦，衡量各项哦考评的指标的得分啦吼、哦。啊，咱起码就是爱有三个要素来，伊个要做哦强度啦，啊，这个要做啊，迄、那个啊频度啦吼、哦，啊，甲这个要做啊标号甲标度哈、啊，这拢互大家做参考啦吼、哦。啊，咱最重要就是讲爱有公正甲客观，啊，甲明确性甲具体性，吼、哦，一致性跟可靠性，民主性跟透明性。啊，咱啊，咱即马啊，要讲咱民政府啊，足透明。什么代志无什么秘密啦，拢无什么秘密，我拢足公开的。所以讲，恁上课也好，咱分组座谈也好，拢会使安怎？会使问问题，哦，会使阮所知啊，拢我会甲大家讲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咱有法度较深嘛。但是拢是这个，啊，咱即卖要阁讲吼，内部控制执行啊，即话足重要。必这个执行啊，这就是咱内部控制管理人员的选用。你一个管理人员，你家己若无遵守，啊，就等于无路用啊嘛。所以面顶的人也唔遵守，啊，那等于无路用。所以讲。家己拢一定话爱遵守的啦，吼。啊，甲有个咱企业来爱发挥内部审计的这个机构的作用，吼。有，咱现在台湾民政府有已经成立了一个叫做财务审计委员会，咱有一个叫做财务审计委员会，啊。审计委员会
有十一个成员拢是按照这个制度啊，各方面推算啊，上啊上啊，咱总理有总理上啊，咱主席批准了后，阁上到转来决策委员会啊，由决策委员会啊通过啊。咱即马有十一个叫做财务审计啊，迄、那个委员会，吼、哦、啊，即我甲大家报告吼、哦，咱一步一步咧做啦，一步一步拢我内部有咧做即个控制吼、哦，啊，当然那国家是那爱有即个审计机关啊，甲审计部门啊来做监督。这来啊，咱即卖要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足重要吼、哦。啊，主要是会计制度啊，是一个政策嘅落实啦，啊，甲效率嘅效果啦。啊，会计制度是一个理想，内部控制是一个监督。啊，这主要是要来安怎来诶舞弊来做吼、哦，这个防止舞弊啦。啊，这个舞弊是啥？这就是管理部门拢会做绩效啦，这就是财务报道的有目标，就是管理部门袂使做绩效。啊，这就是出入单位啊，吼、哦，啊有管现金资产的这啊，常常这个讲监守自盗啦，哦，伊咧管理啊，实在伊家己摕去用，啊，足济，诶，咱啊，看。几个月前，哎，故宫遐个宝物讲啊出代志，管理的人啊，甲提出哩啊，去咧印印咧咧发现啊咧啊，我咧出代志啊，所以讲我这拢是啥？这拢是管理啊做了无好，内部控制做了无好。哦，咱即马时间要五分钟啊。咱要简单啊，要来讲一寡事件，甲会计制度无遵守，啊，就出一寡事件出来。这是外交部讲啊，刘珊珊叫做刘珊珊呐，伫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叫做。台北文化参啊，经济啊，文化参事处的处长啊，因为伊个叫做请一个费用啊，伊提钱予人提400块啊，伊个薪水啊是1240块啊，一个处长遐大。伊家己提钱，何费用？安尼对唔对？绝对唔对。伊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、这个厝一定有会计较出纳的嘛？啊，这爱会计出纳去处理就好啊。哪会讲一个处长提钱啊，符合啊？伊所请的这个人啊，这个是政府请的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安怎，哦，啊，这，你看，美国报道，哦，这，哦，啊，过来，这就是啥？严重违反法令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法令，就是说会计那是违反这个会计制度，哦，啊，那违反法令。啊！伊这写就写安尼，你付钱付安尼，这都很。啊，佫讲扣一寡啥？佫扣一寡，迄个叫做护照，伊也佮扣掉，这都是违反人权啊嘛！啊，这予大家看，唔只安怎？伫办事处啦，出去便所啦，啊，就去用扣去啊！手铐都给扣去，
你也去滚起来，滚起来，搁好穿什么？帆人衫、手铐，吼、哦，甲脚铐，这是什么？咱这边外交部讲安怎？流亡政府外交部讲，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我们要用外交豁免权。唔好，你去豁免看卖咧。安尼啦，哦，美国国务院报纸检察官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他说要用外交豁免权呐、啊，哦，这都有这个情形吼、哦，咱这讲较紧的吼、哦，就是因为咱去告联邦政府，联邦政府有这个判决。所以底下发生代志，伊讲要外交豁免权，咱都无咧甲你承认嘛，吼、哦，实际上是安尼啊，吼、哦，咱这话过来，吼、哦，最主要是啥？那无遵守会计制度，吼、哦，无遵守会计做的，咱过来讲一个例就好了，吼、哦，咱就来结束，这是一个我真出名的公司，伊的秘书有法度，迄个伪造董事长的签名去领偌济钱，8300多万，公司。诶，制度管理呐，创无好，往往你呐出纳甲会计无分开，那互会计咧挖现金，定定私人公司诶钱，赚大钱拢去互会计钱管咧走，佮管咧走，毋敢对呢。伊安，大家知影这个情形啊无？伊奈唔敢对，伊迄个会计小姐讲：“你要干阿哩啊？我来自首你纳税啊比我较济，我甲恐吓啦啦！算了，你离开就好，无代志就好。”所以大家啊。会计这个物件，这个制度，这个物件，一定爱安怎？你加请一个人，管销的管销，管铺的管迄、个管管钱的管钱，拢无同款，照制度安尼来处理，都袂发生什么代志啦。我看，我今日报告各家，感谢大家。好，加起立，起立，休息15分钟。